来这边请。前秋哥上次考什么？上次考开光。上次考开光。报告联合太子哦，姓氏。生君还是主君？生明。神明加祖先整个，还有河炉，整个都给他考。就是神桌的。那今天是人力事业，那他是在既有开工厂，开公司在。有住址吗？有，就是同住家。对。那你是来求客的吗？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对啊，是安怎回事？疫情开始就回回啊，还是讲今年拢无介好？你来的客源不多，是多久的状况？一直都不是很好。是啊是啊，好好好，你开多久啊？几十年。几十年了，安尼在那边。我一个另外一个题外话，你做机师多久？六七年。啊，今麦刚过，过来走。还有。那应该要。你那无毛利干的。猪行。对啊。大家都是这样讲。是我问啊，他说可不可以帮啊？是神明说的话，可是会有考验、啊。我给你我一个个人经验。我在我看来，我直接很了当的跟你说，你这整个地址看下来，整个状况都是不好的。对。所以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处理过了，反正我只能说，很多无形的在干扰你了。那你想要顺的话，家中要请人去处理吗？家中的话，他应该可以处理吧。好、啊，对，我可以看你要不要跟你的上头沟通一下。家中整个是因为你家中不处理，因为这个无形多，你生意就不好，因为都是阴的嘛。钱难进，进来的都是无形的，没就不会有人想进门了。这个我知道啊，因为在处理那个账务上或者客户上，或者是家里在整理的时候，他就又被阻碍了。啊，那个因为公庙又在哪，所以啊这个两个，你看有没有办法，就是你在修的公庙，其实有是这样调整的，毕竟你是有主的精神，其实你直接请示你的上头，那看是可以针对你的店的方面的。请示你的上头该怎么来协助你处理，或是你自己要去找答案来请示，这样才是。其实现在目前家里是有状况啊，看你公那边有没有老师可以去帮你处理家里这一块啦。毕竟你是在杂货。对呀、啊。就近的来协助会更好，更适合。好，我也跟你讲我个案例，我是吃虎王爷的寄生，我去年赔了30几万。因为他没有先请示他的老板，所以大概在了解吗？他记错。不是我的本领是跟你不跟你打，没有就不用讲，我都知道，好吧？大概这个我们是真的不是啊，今天来请示。哎呀，我知道。好。そこだけも大概やっていいよ。现在不是你出来的时候，你在里面跟我讲就好了。先把人的事情处理好，你的事回去再跟他自个处理吧。这样大哥，你针对你今天的这个事情，其实你店他只跟你讲，其实不行。你平常会开服什么的吗？那是无形的，无形。无形的。有听说你有在帮人家做灵疗跟收金嘛，对不对？是，对啊，就是无形的。对啊，那其实无形的都不是写的，因为写都写那个灵魂。因为大概应该是建议你请示你的老神来如何处理这些事情，怎么来度化当中嘛，那才是真正的方式啊。毕竟你是有财的上身的。自己要开福利嘛。
他就是因为很久了，就因为这样再下去也不行。现在还打嘎得过吗？就是嘎不过。哦。那其实没啊，已经发生了。因为家里的人都在抱怨了。就开吧。就说为了忙生事，那个自己家人放下。哦，因为帝君诞辰快到了。嗯，好。嗯、啊。他有独立是暂时的单据，但是后续如果还是有这样的话，这有期限，还是你自己要去解决完成。大概这个计划可以说一。累我没关系，累些很重要。是，但是不要这么想。你当你通过关卡以后，其实会很难的。嗯。那大概针对你接触的这个，都客人。有。这个方面还是很大的。大概这个推荐，我们先针对一件事情，一件事情，我们只能针对一件事情来做。有。那大概你针对你接触的事情，你就会跟他们回答。有。想要请示的。求客人这个部分。就贴在大门，就是看你们，我很接纳。我刚才跟大家讲的，太子太太肯定可以暂时来帮助，剩下后续要靠你自己来解决。对，爱情的爱郎，就是说，不开心后就对，就不准备死这样。那是靠你自己的本事啊，知道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那大家还有问题吗？嗯。他的灵没有问题，他的灵不是。但是今天不谈。嗯。擦干。赶快擦干呐！对啊。听着他，我才知道。我听着他，看他会干吗？大哥，你们错了。这个福利我们等下都会跟大家讲解释如何使用，我会再跟你讲，看你的地方要怎么使用。那你使用完之后，你自己再感受看看。那个我要烘的。小心啊！开车小心啊，尤其夜车啊，骑摩托车啊。骑摩托车回彰化。我们从三点一直骑到现在。从三点啊？你要不要再进去休息一下？再，这样太累了。有载人吗？还是你自己一个？我建议你还是。附近休息一下，过个夜，早上白天再回去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慢点丢。
危险。放倒杯水，温水。等一下，我问。先盖啊。先盖，盖盖。问来了。这个是不用很多的解释。好，那如果大家真的需要客人部分，还有什么？控制自己，那像气球一样。妹子讲，说改变改变。你现在舒服点了吧？他已经讲了，讲了。这个是我刚说门铃，我看完就说了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被多多吓到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哎对。但他一直说我不配合，啊，我已经配合了，哎，不配合到现在这样了，哎。嗯。这个东西跟你对、啊、这个是没关系的，嗯，这个应该是跟上头是有关系的。然后有些时候同学是要分开去谈，不是分，不要分开。是我的本来跟我们做对，对，现在去磨合，对，那大概这个东西不在今天解释的范围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是这样，哦，还会好。
个？要。新生公会员频道开播喽！想看更完整的内容，请加入会员。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；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